感谢石井三 F 九幺的一个飞机啊！反正我跟大家说，在中国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比如说你在一个某一个位置，你出去当两年兵回来，那早就被人代替掉了。就算你回来，国家规定让你给你保留这个职位，但是你肯定都被架空了。架不，那不是这么说的呀！你妈的，当兵去当兵的时候，你不会年纪很大的呀。你也就24、25岁去嘛，对吧？24、25岁有什么架空？就给你保留个职位，你回来再混嘛。也是、啊，对不啦？也是有。妈的你要有架空这个说法，你也要有个30岁，至少是个公司的管理层，才有架空这个说法，有个道理。好像有点道理啊，你这个说逻辑好像就通了。是的呀、嗯，就是说你这两年当兵当的时候，就是你没有你不在就不在公司嘛。你就无法适应这个公司的发展，可能你回来你做这些事情可能有点就是感觉有点不习惯了嘛。他们说你们韩国人也没办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他们也不是自己想当兵，就没办法，你就想废话，你妈的逃兵的多了一点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兵临城下，你看你妈的兵临城下的时候，是你是不是也是托农民你马上去干嘛，一个道理的呀。对的，现在他们也是兵临城下，没办法，只能拖农民了，最强近战兵种。哎，不过话说回来，韩国那边当兵，反正我觉得没，反正没，好有就一直就有这个规定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当兵的。就兵力，就是正面兵不够，你知道吗 ？A 不过，那只能拖农民拼一枪呀，不就这个打法吗？一样的呀。好，这边有先机枪，然后直接开矿啊。魔兽人族还有民兵，不像木这种什么快30岁在当兵，这其实在韩国是很少的，很少很少。他们电竞选手一般，就像娱乐明星和电竞选手一般会这样。对，其实娱乐明星在韩国，其实我告诉你，他们其实。很多韩国娱乐明星的想法，也就是你妈的老趁老子红的时候就赚一票，妈的然后去当兵了。两年后你妈的谁知道会怎么样？那每年冒出那么多新人，对，就像那个以前那个什么 Rain 对吧？妈最红的时候被抓去当兵的，然后你妈回来现在那个就演《蓝色生死恋》那个呢？对，现在你不觉得现在已经没声音了吗？是没声音的，就回来不要说 Rain 了，妈都教授，我觉得现在都没声音了，好不好？对对对，太快了。那杜夏的时候那个时候多火，我靠！啊，Rain是大鱼神，妈的那个亚洲舞王好吗？亚洲舞王二代就是闰土。你像那些妹子，什么宋慧乔，不，宋慧乔还是红了很多年，你不要乱说。对啊，因为她没有去当兵，女人不用当兵的呀。哦，对不对嘛？对，所以她一直红的呀。女人没有这个兵，就没有这个兵的这个说法。哎，放这个位置，这个房子不就死了吗？他们说纹身1/3就可以不用。那妈，你为了不你为了逃避兵，逃避那个服兵役，然后去纹个身呀？专门去纹个身，我告诉你会被抓的。也是啊，医疗兵，你妈的！叫我们去当慰安妇去了，医疗兵。妈的，你真以为你妈是星际争霸？医疗兵一定要是妹子的。来看比赛，看比赛，火车女妖，火车女妖压一波。哎，他们叫你奶一口中考，你就奶一口吧。哎呀妈的，老子已经天天都在说，跟你们说了，中考，如果你真的要中考，你现在就去赶紧去复习，没几天呢，能多做两道题是两道题，说不定你考试就怼到这道题了，你就过了。对吧？对，多一道题的分也挺多的。你们现在妈天天看直播，然后就迷信这种封建迷信。哎、四级是怎么考的嘛？四级怎么考？就跟平时考试是一样的。不，他是这不是应该是语言之类的考试嘛？哎，你妈就跟你考英语考试是一样的。你妈你去考个英语考试，你知道吗？过了多少分就等于你过了，就那么简单。嗯。真是这样，你们早点去复习。这个你天天看直播，怎么可能考得好？我刚才跟他们说嘛，
这中考和高考，我个人认为还是中考稍微重要那么一点，因为你做中考这件事情，你还是为了高考，对不对？但如果说你中考没考好，那你高考估计也考不好。放你妈狗屁！我靠！干嘛？你说看是不是这样的？明显是高考更重要呀。不是，你如果中考考了一所很烂的学校，你妈你高考也是积极。哎，中考你考了所很难的学校，你还有你妈三年的时间有机会拼一枪，妈高考死了，高考死就那一天好吗？死了就死了，也没什么机会。我们先看这波，已经过来了，火车女妖这波撸的还可以，但后面的狗包的也不错。妈的，哎呀，守住了，可以可以可以，守住了，可以，毕竟不是吕布啊。高考死了可以出国，你妈我怎么着？中考考个烂学校，高考有个屁！哎呀，我跟你们说，学校虽然很重要，但如果你真的肯读的话，还是能够考好高考的。只是没有，就是学校好呢，你的确就师资力量强，对吧？周围的，特别是环境问题，就是你周围的同学都是想读书的，认真读书的，那你自然也想读书。你考个烂学校，可能大家他妈都在玩，你就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就主要是氛围的问题。嗯，算了，看比赛了。嗯，这又走蟑螂了呀，你看他不走龙骨毒堡了呀，他这么聪明啊，他看那个杰克去打龙骨毒堡有点猛。哎呦，最后一口卵盆出来了，还可以。他这个女妖已经死了，我感觉 Kiris 有优势了，这盘优势。嗯，妈的，不 Kiris 的确要比 Impact 要打得好，我已经看出来了，打得聪明，关键是绕一波火车，看能不能烧到东西啊！这波火车，哎，他这种一攻一防蟑螂的这种庐山圣龙霸，有点难防啊！这个三矿，待会儿，对，这三矿坦克也爆炸，太开阔了这个位置，有可能一波就被顶死了。这守门人打得很聪明。哎，主要就第一盘看过了之后，他觉得你妈 Impact 的这个龙骨毒堡打成这样的都打不过，对吧？自己也体验了一下这四个雷神的恐怖，算了呀，走蟑螂说不定还有点机会。哎，没有圣寒弹留不住，但是这个他的拼是什么意思吗？好了，一攻一防已经差不多好了，直接可以上了。妈，200人口乌波脸，这不就是 I 的那套打法吗？对呀、啊，你还敢投我是吧？乌脸呢、啊？这多六了呀，战斗人口多50，虽然当了这怎么打？但是这个多那么多还是不好挡啊。不，主要有一攻一防。对，哎，他关开门是什么意思啊？跑农民啊，他想的是让自己有点输出。哎，其实我觉得刚才那波应该上的，打得有点怂。哎，你这种蟑螂这种人口你不去换，你把三级地冲了也是一样的。那三级不是农民都没有了吗？现在拉下来一点。哎，怎么那么怂啊？哎，不会吧？哎，太怂了吧，这个打的。你这样憋让那个杰克基憋起来都搞笑了，那他后面还有一大坨，太怂了，刚才只第一波就该换的，你包一下呀，不要正面，他妈的，我感觉他要正面，太怂了。好了好了，来，就这波了。蟑螂挤在后面，好，妈个蛋，干死你，老子叫守门人。你妈这坦克都没砸死是什么鬼嘛？啊，每个坦克砸两下，这什么鬼嘛？
这他在搞毛啊，他下面包一波蟑螂不就完了吗？啊，震撼弹都没有，这被追着打了，人口你们快反超了，这什么鬼嘛，每个坦克砸两下，最强势的一波居然打成这样，早点早冲早，不是他冲也有点二，他下面好多蟑螂挤在后面，挤成一坨被坦克冲出。你分两个地方冲，分两线冲的话，蟑螂肯这个坦克肯定会被你吃掉的。而且每个坦克就砸了两下，雨露均沾，妈个蛋！妈的确的确雨露均沾，雨露均沾的火。你们说的没错，这波要是挨顶的话，可能就把杰克逊肯定顶死了。这三个坦克你看吧，这就三个坦克，他下面包一波蟑螂上去，两个坦克都要没。对嘛，这还打毛啊？这种守门人不行，大守门人打的是有点智力，但是不行呐、啊。血池拆掉无所谓的，现在杰克逊关键两攻两防嘛，好了，投起来，只要过了两攻两防就不好打了、哎。他现在就各种拖嘛，拖了这两攻两防。怎么砸自己农民的已经开始？哎，没办法，这个真没办法。被双线了呀，被第二次打了呀，跳三本出牛，杰克基关键两攻两防之后就完全不怕你了，人口也反超了，不知道在打什么，这场他现在怎么就这种实力吗？我觉得他这个蟑螂打的还不如龙狗，你妈龙狗我觉得他还是至少能打出风采的。我也觉得你妈这个蟑螂好菜，好了，这一波顶出来两攻两防，你根本没办法挡，平 A 你都死了。杰克去爆兵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多坦克，你妈随便 A 一波就死了呀！这一波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嘛？有感染虫还有那么点机会。你感染虫。哎呀，你要定住那个坦克太多，你要定住妹子才有机会。耶耶耶耶！哎，这波砸的还可以。这什么鬼啊？啊，不要紧，有什么区别吗？你告诉我。好，散开，斩个弧邪。砸！哎，不会真的砸到妹子了吧？哎，可以，砸！哎，这，哎，就有两个运输机啦。这是干嘛啊他？这杰克这有点推不动了。好在有个路口。哎，不会吧，基地不要了呀，他没定了，对啊，基地不要了呀，把这坦克这样架你就不要想冲了，冲的欲望都没，你这还冲，在下面开矿区就好了呀，不要了呀，这个基地你炸好了，等牛了呀，他们俩在搞毛啊，就乱战，杰克基刚表扬一下他就打不来了，这真的牛让他憋起来了一会儿，这什么意思啊？这波狗有什么意思啊？没事，死一波狗而已，不重要。但是好像地狱守门人并没有出这个。我现在黄金怪地狱守门人现在有的是气，你知道吗？有那么多的气，他只要牛只要黄金矿踩起来踩一会儿，这牛就没。哎，坦克！哎呀，没包。这波包上去了，我就赢了。哎，不说包上去，你砸一下跑，对吧？也是两三个坦克就走了。这波包上去，坦克全倒，有没有电？砸！走！砸一波，还可以，拖时间吧，拖时间。有四个在造，他不会拖回来了吧？妈，我觉得很有妹子呀！现在杰克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妹子。他被定完了呀，怎么办嘛？继续拖，但要解决这波坦克其实也没那么好解决，有点厚，只要有牛，哎呦，顶住，漂亮，我感觉怎么感觉杰克T打不来了呀，对啊，他妹子没了，被拖惨了，有没有飞蛇吗？这波坦克他坦克层层推进，他推的还是太慢了，他总想着别人跟他拼一枪，但别人就不拼，就跟你推，就跟你拖，坦克散开架，
看丁有没有，有没有一把哦？哎，重了，重了吧？这有点过了，好，上面搁起来。哎，这边的狗，这他怎么就重了这个位置？少两头牛，真的少两头牛。放差不多，其实冲还行。如果上面再多两头牛，好好好，再来，再多两头牛就冲过了。好了，这波你甩再好都没用了。他刚才真的不该冲的，包的不好，狗没配好。不是，他再等两头牛，这波就稳冲下来。对，他可能觉得是个机会吧，但这样的话其实给了杰克基一波机会啊。你牛现在有点怼不过这波坦克，这样没你没关键是没定。好，有狗了，有狗就可以冲了，有狗就可以冲，有狗这个坦克就没那么大威力了。没错，好了，牛顶开了，这时候就缺这两个感染虫的能量，有能量的话直接定住你就GG，打不动了已经。你妈这都能翻了，他妈不知道这能翻盘，不知道什么情况，这两个人。杰克基果然是只鸡，你妈我没看错他，他就是相貌，他就是那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妈，你这种以貌取人的。哎，你那你怎么解释这场比赛吗？妈的，的确在这种游戏下没有赢，我只能说地狱守门人还是有点刚的。我地狱守门人他的这个特点我看出来了，不是出蟑螂，还是出你。龙狗毒爆吧，老老实实的。哎呀，漂亮漂亮！不，关键是他在移动战当中，别人都没定的情况下，他被砸了那么多运输机，这个太二了。杰克基多线其实拆的还可以，这个完全自己问题啊！放一头牛在就没什么事了。啊，杰克基这边也被断矿了，他为什么不去打那个地方嘛？但杰克基还有一片矿哎。对啊，打那个四矿呢，为什么不去？哎，其实现在解放者不是很重要，妈有那么多的火灾狼情况，你解放者有什么用？哎，这比赛我还是喜欢看龙狗毒爆，对吧？这种你有什么意义吗？加上呢？这守门人到底会不会防多线啊？你放一头牛在那边不就好了吗？这哎，他不会被多线打死了吧？一会儿在打什么呀？这是哎，他不会一会儿被多线打死了吧？定住，割起来！哎呦，这头牛，家里面的狗现在也很威武啊！好了，就正面了。这边他关键是还是有定，他现在主要是守门人现在就一片矿了，他也很伤现在。对，有没有定嘛？有定，定一波就结束了。哦，漂亮漂亮漂亮，赢了，这波完爆，耶，哎，这怎么怂了？他刚才没火了，也不至于怂的呀，刚才顶上去就赢了。有两个解放者，哎，现在解放者威力比以前小多了。妈的，不是说少了十点攻击就比以前少多了，好不好？少了五点好像是。我戳牛还是也有点猛，我跟你说一样的，没区别的。等波腐化也可以，等波腐化。咋的呀？漂亮，又两箭双雕，三雕一箭。好了，可以 A 了，可以 A 了。腐化到了，腐化先上啊。他还是他的想法还是用这个火蟑螂，不是他定住了才会上。直接 A 了呀，这个时候对不对嘛？你腐化先上去 ，CF 得到两个解放者就直接 A 了。好了，这感染虫脱节了，这波可以上，感染虫脱节了，没两个牛了，不被甩死了，不搞笑。刚才回头再来一把定，可以。好好好，再定。打得好激烈啊！
啊，这个时候其实第一把也很痛的，其实。哎，我怎么有种杰克基你妈要推回来的感觉了？好，断经济是对的，断经济是对的。他为什么有那么多腐化嘛？啊，赢的 ，Kiros 赢的，就腐化那么多的情况下，直接把你天空给你断了，还赢的，下面经济崩了。他主要现在还是攻防落后，对，根本就没前身。杰克基最后要拼这一枪了，但你这波部队就定住，就一割就结束了，好像没有定啊他。这牛有点多，这腐化呢？腐化？哎，不会，一会儿他去冲这个路口被你妈一炮干个。好，漂亮，结束。这波定住太重要了。好了，冲下去了牛。坦克虽然很威武啊，但是你也架不住那么多牛啊。这又被打回来了。哎呀！不，你 A 上去了，你他这种吃。你那么多狗你 A 了呀大哥，这种什么兄弟宝都来了，你以为是地宝兽呢？这怎么兄弟宝都来了吗？他连运输机都没有，把运输机站不住也很正常。他们两个怎么打那么激烈吧？而且这个地宝是可以卡位置。好了，冲开了。哎，你冲了呀！冲，早冲，早赢了，冲！这你妈都扎成这样了，他是不是还要等感染虫吗？没感染虫觉得不幸福。下面也没什么矿啊，无所谓了。好，把这些防空全部清掉。杰克基现在采那个黄金矿，待会黄金矿采完，我告诉你一波爆发。关键他下面还有两个基地，我跟你说，只要爆发出一个基地，甩一波矿螺，你们打回来才搞笑。Kairos 这个怂逼，哎，真有可能的，因为现在你妈的杰克基攻牌领先的。对啊，你冲黄金矿，我飞了，反正我都没矿了，对不对嘛？也是。你冲我就飞，然后我下面的矿踩起来砸一波矿螺。我觉得这打、啊哎、不会乌克雷。哎，他三攻三防，说不定真扛住了，真扛住了，太、哎、搞笑了，翻了呀！哎，不，这个局面还没翻，我感觉还没翻。你觉得没翻吗？我觉得翻了呀。你听我说，为什么？为什么吗？我觉得感染中还能创造奇迹。我承认感染虫可以创造奇迹，现在最大的问题他下面的矿没开起来，别人那边偷了一片矿，直接砸一波矿螺，爆发力起来。以 Kairos 这个正面我已经看出来了，就是个软蛋。哎，就我看就这感染虫了，能够定住就赢了。有个防空，先把防空弄了。哎，定住未必能打得过啊。看到了呀，这个真的定住未必能打得过啊。这真翻了。好，下面被你搞就搞好了，我反正有片矿在踩。黄金矿在踩，哎，这种都能被翻，老子你妈从来没见过这种翻的，这什么嘛？这打的，好了，杰克金又把门运输机也续起来了，光头很多，攻防还领先一攻一防，啊，继续往前飞开矿，就这一拳了。他牛太少了，就三个牛，一些狗有什么用吗？埋地图报。我还不信呢，你妈的，你埋的赌爆，你妈的能中，炸呀！你就炸几个枪。哎呦，这个冲的，好，还行，没有狗，还行，哎，还是个牛不够呀，这牛死不起啊，现在牛站不住，现在，好，一把雷达看到埋的赌爆了，牛站不住，对他这个地雷埋下去，你真的没办法，没牛了。好，定住！但没牛呀，还有一波光头，哎，这，哎，砸是对的，还赢了，守门员还是赢了，
哎妈，不容易啊，这两个人打的，这盘真不容易，你妈的差点被翻了，啊，打出了较高的水平啊。啊，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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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都打出来了。杰克这黄金矿采光了，他没有爆发力了。主要下面那边偷的矿被抓到了，被爆出来啊！最后一坨冰，把眼泪都打出来了，这番绝对。那的确有点激烈。我从来没看过那么打优势的重组，被这样反 AA 成这样，一度给我有种要翻的感觉。好了，鸡鸡了，没矿了，没矿了，鸡鸡了。对，这开不出来了，开不出来。他现在守门员只要把所有的矿都埋一条狗就好了，限制住你开矿就结束。打的真是激烈啊，这场比赛，鸡鸡。不容易，不容易，妈个蛋，真的不容易。还走龙狗吧 ，Kurus， 别走你这个感染虫什么毒包什么的。打他赢了呀，但打的不咋地呀。我不可否认，这打的的确。有点丑，但他赢了，赢这件事情很重要了。你们不要说菜鸡互啄，我告诉你们，这两个人打的都蛮好的，他们两个任何一个人来中国，你妈的中国选手都你妈瑟瑟发抖。Kairos 好一点。杰克基过来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山，好不好？那也只有你妈的 I 能一战，其他人都不行。对 ，I 也不未必打得过，不是未必打，就还能一战嘛，就是。好了，等那个下一场啊。等下一下，等下一场，应该很快就开始了。他们估计急着回家了，所以广告都没放了。哎呀，有什么广告吗？他们好像没广告，他们那个有什么广告吗？这比赛好像没广告，他们这个比赛的确是没广告的。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比赛反正做那个退去 TV 做有没有广告无所谓的，有钱任性，为什么一定要有广告？干嘛是的呀？虽然他们也想妈的好好做商业化，我知道我承认的，但是怎么说呢？妈想想现在影响力不够，那没广告也就没广告的呀。不能招得到，肯定还是要招的。哎，是的呀，但现在招不到呀。这比赛多少人看吗？我看了3000个人，哎，够了，3000个人看够了，他妈三千个人，我看有3000个人看，他妈的他办这个比赛就值了，有没有道理吗？没有没有，你不要乱讲好吗？好来了啊！其实在，我觉得在退去 TV 啊，如果有3000个人看一个主播的话，其实这个主播已经算蛮牛逼了，啊、还可以，还可以。算个中等主播了。如果你直播有在推起有10000个人看，你就是大主播。废话。嗯。如果你不，但是我告诉你，在韩国就 Africa， 如果有3000个人来看你看一个主播，已经蛮屌了。对，这头部主播了已经是。虽然不能跟最猛的几个比。我想想那个谁，教主是多少人嘛？教主最多的时候1800个人。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就5000个人左右吧。这很正常的，我觉得这很正常的。嗯，他们说这里有220000猛男，我们是220000人气值，好不好？要是我们有220000人在线，妈的，那也是横着走了。不，已经不是横着走了，这个已经起飞了，也无敌了，也无敌了。起飞了！中国好像还没有一个主播到达这个数字，220000，同时在线，太高，不可能的，220000同时在线，220000同时在线，我们就已经起飞了，你知道吗？你要有真正有二十，你要说20000同时在线的话，
我觉得可能什么周杰伦这种搞，就偶尔搞一下有可能，有可能。人气值和猛男的多少人气值是一个猛男？那我们不知道，那这个我们真不知道啊。对，这真不知道。这边杰克基先压一下啊！啊，这盘应该要正规走了。嗯。哎，你有没有种感觉？就是这个狗感觉就跑起来有丢针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它可能开的太高了，它机器有点受不了。就我就感觉丢针。有一点点，也就偶尔丢针啊。对，他机器有点跑不动，1080P 的时候。三开被看到了，杰克基怎么把盘盘都这么偷嘛？这张地图。这个如果是这样被看到的话，我觉得守门人完全可以蟑螂一波。嗯，这个蟑螂一波威力很大。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打，我偷出来把你 A 死了？对呀、啊，人族只要偷出来，我告诉你，这个兵暴兵如尿崩，跟那个就没关系了，跟操作什么，只要稍微操作稍微好一点，稍微拉一下，对，妈感觉兵多的一逼，真的是。人族偷出来是有点高。这什么火车侠带针一波？没有，他就火车侠先污一下，你不要乱讲好吗？他妈上来就带针污一波，这是什么鬼吗？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你没那么快啊，你这个兴奋剂。是的呀。哎，你这个火车侠是没有 VS 科技的。火车侠绕一波，这我以为他骚，妈这种脸上变火车侠，他其实就给压力现在，哎呦，妈这怎么烧得进去吗？但我告诉你，这一波的确是没有想到，对他可能这样的，你三开了，他可能没想到你会污。对，你都那么偷了，你还这个应该、哎、说一遍，这个应该是杰克基的战术。这怎么烧得进去啊？出蟑螂的，没事，蟑螂出来就好了，拖一下农民，不要损失太多。那女王全部死了。哎呦呦！哎，这样被烧一波，你妈的！四个还好，感谢求奶不能和前女友复合，你妈的你去奶一口他们。什么？他说叫你奶他不能跟前女友复合。哎妈的，我跟你们说这种东西，对不对？兔这不是不吃窝边草，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对不对嘛？不，你想你是不是想着兔子不吃窝边草？对，我刚想说这个，好像说错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后来想想，妈的，后来想想，妈身边好像有好几个都是你妈窝边草选手，是不是？哎，不过我告诉你，真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对不对？过了就过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说不定你还前方还有更好的等着你呢。妈，你这种鸡汤这种说法，人要乐观一点好吗？对不对嘛？妈的，我告诉你们，黄旭东的朋友里面有很多都是吃窝边草的。谁说窝边草不好吃啊？妈的，我还有很多朋友，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他妈是先上车后补票的呢。对啊，窝边草很正常的，窝边草，妈的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是很好吗？对，其实没什么的。哎呀，这种你成年人嘛，两情相悦，对不对？哎，他为什么造两个笔？什么意思嘛？他
他造错了吧？干嘛双生攻防不行啊？他忘记了，他不是职业化呀。他忘记自己那个了，他忘记自己造过那个 VA 了。他想升两攻两防。妈的，我就觉得杰克之前有点乱，感觉地狱守门人感觉要打要二比零了，杰克就很乱。他第一波没打，哎呦，直接冲了。这波冲早了吧？过了吧？张了没那么多，砸一下没砸到。冲早了有点，他张了应该全部到了再冲三展开。不急啊，这时候不急啊。等一下呀，张了到了再冲啊，对方就几个坦克嘛，一个坦克。一个坦克刚才被砸了一个。嗯。妈，杰克基已经跑路了吗？还要先农民先拖出来吗？杰克基什么情况吗？这坦克被砸。先拖出来，这坦克先砸，先砸。这砸的什么呀？我就没看懂、哎、砸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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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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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到了你早砸嘛早死了砸到了这个图这个张了一波是有点凶对我就跟你们说相貌平平你们不相信我好了这直接硬换了呀这波不管了呀、哎、他怎么在打岩石啊刚才这 A 错了杰克基被打乱了哎呀，这地狱守门人没带那个，没带眼虫，也是没经验。你记得那个 IA 上次当那个上一届草心机当导师吗？不就一再强调这一波要带个眼虫吗？不是，我跟你说，那是 I 经常用这一波，所以说他知道。对啊。前车之鉴。带个眼虫，这波就打死了，因为你可以直接开视野。这你妈的，你加在这里，你不就是给他砸吗？对方也不知道加在这里的呀、啊。这基地你妈砸飞也没什么好打的呢。现在你就执着，你妈蟑螂火蟑螂莽到底，你就捂到底。对方已经没有那个了，对方运输机没能了，收坦克。不，他收坦克往上面，他觉得已经守不住了，他这个基地要被砸掉了，这个基地掉了，掉了，基地掉了。掉了，掉了，掉了，机器了，机器了，基地掉了，机器了，不用打了。杰克基的危机意识还是不错的，你还敢投出去啊？你这个没有没有，我感觉我从他的表情上感觉他已经想放弃了。哼，真的不带眼虫，这个是地狱守门人这场比赛最失败的地方。带眼虫早就开视野一波砸死了。没事没事，我靠，这怎么还在送啊？这个球，哎呀，你们复合不了了呀，别复合了呀！我跟你说，去找个新的呀，对不对嘛？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她一个女的，你不用不要再复合了呀，复合不了了呀。说的没错。好了好了，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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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平这个就真的没办法，这没办法。主要还是这火蟑螂太硬了，这光头完全打不动。Kairos 果然，我这就是会打比赛。他在旁边看了一下，你打龙狗那么猛，老子妈就用蟑螂跟你打，打不过就算了，就认了，对不对嘛？好了，那这样的话，今天是 Chaos 和吕布出现啊，这个 VS 呀。然后下周我看看，下周也是周五，23号，我估计我们播不了。23号是我们要做那个斗鱼情报局。情报局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们两个你妈的那23号那天也吹逼的嘛，我们就过去吹逼的。哎呀，混划水，我告诉你。说的没错。对不对嘛？他们你妈在讲辛酸史的时候，我们他妈的，啊算了，我们还低调点，不要在他们伤口上撒把盐，低调，不没意思的呀，对不对嘛？对对对对，划个水，划个水。好了，那我们把那个奖励打了吧，今天就到这了吧，老子两点钟开始播，播的好累啊。好嘛，来嘛，来嘛，打，来来来来，赶紧把这个打掉啊！打了，打了，打了，我们今天就到这了。